一局立交桥正好做天神射手任务，拿一个专狙。这一局呢，杀人挺多的，就是包没填几个。到屋里以后，先埋了摄像头。这边是有动静的，红超打得特别激烈，从一开始就在打。但是红超的资源点应该就是那些吃喝，可能现在吃喝换冰箱比较贵吧。我拿个专狙，正好带消音器了，看看能不能给他偷几个。做天神射手任务必须得打爆头。狙在立交桥里边，说实话不是特别有优势。看到一个，打了一枪嘎吱窝，没嘎掉，跑掉了。嘎吱窝肯定是有一个坑，不死也大残。跟队友交流一波，准备去追。你在哪儿？我来。我在超市里。左边有一个人，办公室门口趴着一个人，趴着在点我。超市掉一个，想赶紧做完这个天神射手任务，就不用拿狙进来了。跟队友说先去帮忙舔一下包，我去追另外一个人。正好看到一个人往左边跑了，队友帮我去舔包的时候说那边还有一个人，那我只能放开脚步去把这个人追到。这样的话对面肯定知道我追过来了，果然回头看我，一枪打掉。跟我下，他把你杀的人都扒了。哦，我把这边的人也杀了，我过去帮你去。这一波确实有点贪，第一个人的包没舔到，真可惜啊。他队友把他包直接扒着就跑，我进来以后就直接开始追，先把镜子摘了，可能要打近战。从楼梯间跑了？没有，没往楼梯间跑。你在屋里是吧？感觉在我们俩。对，是我，是我，是我。这个脚不是我。最后查了半天，这一楼是没有的。不在你那头吗？不在。那他是往楼上跑了，我估计。确定是往上楼上跑了，直接追到楼上中间。不不不，我看着那个 AI 掉的，有一个消音，直接把那个 AI 打掉了。追了一路的信息，只有看到一个 AI 被人打掉了，过来找这个人是不是刚才跑楼上的？真是好队友呀！队友嘎了以后，把队友包一舔干净，直接拿了就跑。我看到了，追了一路，他在正好看到这个打 AI 这个人，但是不确定是不是刚才跑楼上的。感觉跑楼上人可能跑掉了，这个是另外一个人打 AI 的，先撇个雷过去，把他逼出来，好了，掉了，感觉这个人不是刚才跑的那个人，好像是我给他爆头了，我俩夹住了。走到近点一看，好像确实不是刚才那个人，这个人就是来打 AI 做任务的。身上舔了一些吃吃喝喝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。做阿姨的任务，戴防毒面具打 AI， 有 AI 上来了。现在的 AI 可能是因为有尸体没人舔的话，就会过来舔尸体。又来一个，致命卡壳了，把 AI 解决一下，赶紧下去把第二个人的尸体舔一下，别一会儿被人舔走了。别，第二个包真被人舔走了，那个包不知道有没有被人舔，第一个就已经溜走了。先看一下附近有没有人。哎，左手边有个人，哎，没打到，操！这不会是刚才跑的人吧？把队友装备全埋了以后，还给他队友报仇，真是好队友呀！直接顶到近点，正好我也有一把副枪。我要没听错是俩，我丢雷，在左手，左手那个拐角架呢。掉一个，这个人掉了，但是我的腰子和腿黑了，打我真疼啊！玩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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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补血，我腰子被他吞了。我先加血，队友清一下附近，最后清了一楼确实没人了，赶紧让队友去看一下我第二个打掉的尸体，别又让人给捡走了。这个人身上还有点东西，但是已经把他队友的装备全部埋起来了，可惜了，白打一个人。这个人包里的东西也能值20万，我过去找，我过去了，过来了。队友说呢，我的包被人舔了，又被人舔了，两个包一个没捡着。杀了个人，然后直接就回去帮你去了，没舔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感觉特别像小时候老师讲的故事。我丢了芝麻也丢了西瓜，最后什么也没有。不过还好任务完成了。不过不是那个枪口，